Hello, my friend， 朋友你好，我是老桑。作为一个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的老外，我非常喜欢研究中国历史人的故事。正巧我最近有机会游览了一次位于唐山的清洞陵，并拜访了慈禧太后的陵墓，这也引起了我对于慈禧太后这一生经历的兴趣。从一个普通的妃嫔，最终上升到权力的顶端，慈禧太后的一生可谓传奇。虽然人们对她的看法褒贬不一，但是从客观的视角分析，慈禧太后身上的确有许多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。我认为正是这位传奇太后身上所具有的三个特殊品质，帮助了她通过重重艰难走上权力巅峰，最终被后人所铭记。我用三个字概括了这三种特殊品质，分别是稳、准、狠。一种坚定的态度，一种精确对自我认识，和一种决绝的精神。想要取得成功，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，这三种宝贵的品质都十分重要。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迫切地想取得成就，或者都曾不能正视我们自身的缺点，亦或都曾懒惰而不思进取。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时，该如何调整自己呢？我们究竟能从慈禧太后的身上学到什么呢？ My friend， 答案就在我今天的文章中，欢迎寻找看看，并分享你自己的想法。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克服生活中的挑战，向上攀登。谢谢收看老桑说，给你启发，激励你上进，陪伴你坚持，敬请期待下一集。